看 VOD。廉价被ban，真的是送我一个廉价的好礼物呢。Very 棒的。Very 棒的。Very 棒是怎样？很棒。开了开启。Very 棒。要看哪时候，大概五分钟前左右那个就可以了，随便啦，反正一整段时间都可以。他被ban的那一秒真的是，啊，我现在懂了，以后被ban的时候就是会先卡一下啊，然后就跳出被ban。然后其实右上他右上角就会写，你要被ban的时候右上角就会写，那就我没看到啊。没有右上角只有我们显示而已啊，他不会显示。我自己会卡。没有，不会，我会卡，屏幕卡住了，嗯。哦，哇，你的军伤真，你的军伤跟你 KD 真的是成正比，1.89，189。在说谁？B boy 呀、啊！哦，你的衣服也太多了吧！Hey live，哎，叶振嘛，我刚刚不给你了。哎、欸，你家楼下的狗非常机车。我家楼下那个。好好笑哦。怎么非常机车？你非常机车。我说你楼下有非常。你好机车，很机车哎、欸。哇，T 区的飞行员夹克。看你怎么有啊！靠背，那行啊。哎，你有蛮多好的衣服哎、欸。没关系啊，裸体才是真理。裸体，裸体就配。OK，哎，我可以先裸体吗？你等下回来自己配哦。谢谢。对啊，赖峰，你楼下有非常机车啊。他那鸡还是谁注音的？非常机车，所以真的有非常机车。有啊，真的没有，真的有，没有啊，不要乱讲。有吧？有那个 Autobahn 那个牌子。我家楼下到底什么意思啊？哎、欸，快点上线啊！哇，你还有 PNL 第二季的夹克，傻笑了。我上线了。来了吗？哎，我就是要用。哎、欸，我家后面一个，我要你。Hello，这个是我。哦。我叫苏俊，胖胖的。哼。再自我介绍。对啊，自我介绍。这谁呢？你是素食早餐店。我来开，我来开泰迪的。